要抢这个符，这样给。然后抢到了符，那奶牛开大输送招，但是被天堂了，跟傻子一样了。然后被狗，猪血，猪血，我这是发给猪棉。小迪，这谁呀？他吃个虎要怎么样才能死啊？我都不好去。算了吧，哥。 好辣子，那么我真妈了个毒！十五分钟好吧，能屌死人都好吧。四有点辣好吧。他妈有点像生肖羊啊，那个蓝猫就咬个对线性没了。十五分钟好吧，但凡那个双刀一出好吧，人就不对了好吧。一抛十，真的。生肖羊现在蓝猫不是还可以吗？辟邪解说攻击解法好高啊，辟邪。也就玩个二十分钟好吧，增加羊可能比他多五分钟好吧。再多五分钟。增加羊那波应该是赢了好吧，他会原地不带动的好吧。塞拉基是最搞笑的，塞拉基那天他妈混进那个局了，他妈600名，我靠他妈真的很夸张。前天700。简直是个猪逼好吧。那他平常你们是打几吗？打一还是打几？ 啊，打了把中单紫猫，咬了个100名的铁，咬了他妈了个比超级飞的，没得不行，飞的不见了，我靠他妈的！不选。哎呦，塞拉基100名，哈哈哈！他不是塞拉基前天晚上还排在峰哥，被峰哥还带躺了一把。请轮回方挑选。完了呀，你们两个比联手西伯分。 还剩我们两个一边啊！其实我刚才想把你们两个都选了的，但是我们加不了多少分。还剩五。别跟人家装啊！你就压根就没上去。你俩别在歪歪说话，我偷听的东西我会告诉我队友的啊。没事没事，你就来歪理，好吧？没事。你等死吧！喂喂喂喂喂。 几个大叔看不懂。雷佳俊，雷佳俊，我跟你说，雷佳俊，他们说你是500名的猪，送你昨天被峰哥带躺了一把。可以，你别搞笑了好吗？你看我怎么虐皮鞋啊！他们俩疯狂在歪歪嘲讽你，现在两个人还在歪歪嘲讽，都不关麦，让我听。雷佳俊加油啊！雷佳俊，我输了不要紧啊，这两个逼一边打一边嘲讽你，受不了了。 老师，我输了也不要紧，别嫌我菜就行。昨天怎么打个紫猫，养了个无解肥的 TAD 什么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也听不懂啊，他造谣。哎妈，死！感觉好菜啊，还不如像我。妈的，这两个逼在歪歪里这么聊。完了，那 Park 养了个究极肥的蝙蝠，我操！他们俩在歪歪一直在骂这 Park 到底是怎么养才能养出一个这么肥的蝙蝠？两人逼在歪歪一直骂，一直骂。妹妹转达一下，我也在说演职混哈，在看他。啊，雕哥让我转达一下你啊，他也在看你直播，说你混。 你打个游戏怎么被三个草外兄弟嘲讽啊？我吐了，跟你一杯压力好大。不是宝石在哪？在这呢，他们。哎，空大了。哎，熊空大了。没人冲我，就把他拿走大的，把他拿走大的。你买不？你买不？ 我操！他告我前跳了，这不打赏一下尊重吗？赛老师，没反应，他是大我的吗？对他大你的，你往前跳，打盾打盾打盾。孙振，演这个让我，趁你转达一下，没能力别大大胜，容易被秀。哈哈哈哈哈！演这个咋啦？他没动，他们两个。演这个说没能力别大大胜，容易被秀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点丢人了，是吧？被演的嘲讽。 哎，别拉了，别拉了，再拉打不到了。我的妈呀！鸡鸡鸡鸡！你那个有什么想要我表达的吗？咱俩现在心态。喂喂喂，给老子说句话，皮鞋，给老子说句话，皮鞋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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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厉害的大神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能解释？你有啥用？你有啥用？
受不了，你懂吗？妈的，在跑歪歪来嘲讽的兄弟。哦，你零杠七跟你有啥关系？跟你有关系啊？你送呀，你不送我就完了呀。你的 KV 杠二好厉害哦！你送呀，皮队还是得你送呀。好厉害，靠着蝙蝠带你闯，好厉害。别被聊进去了啊！别中了他的阴谋诡计。眼子不看他第一次角色声音这么大，觉得他很有用似的。啊，太好看你！雕哥，你会玩大圣吗？你看得懂大圣吗，雕哥？这个蝙蝠不是你靠这个蝙蝠的扫除，你有啥用啊你哦？你当兄弟们是不是没打过多塔啊？第一天晚上有了，开！严哥，严哥跟他们聊归聊，别把自己聊进去了。他们这是有阴谋诡计的。我蹭到帕克了。可以上那个乌鸦。养的呀，男的还是我养的。大招快消了。大招消了，动物没办法。你有啥用呀，皮鞋？你就一直在下打钱，你有什么用呀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用？你的大招真的很有用，好吗？你不行啊！你的大声真的很。赢了没嘛？你赢了没？我没赢呀，我又不躺。你个逼，早点来上呀！搞个废物，一直在下打钱，一直要呀，一直在下打钱呀，你打呀，你继续打呀。法局上有啥用啊，大哥？你光法局上有啥用？你大哥都喷你了，你光法局上有啥用？你是没用呀，你就会送呀。你妈那个逼！所有人看得开心，你们点关注可以点波关注，可以办个白金右下角的任务，那可以帮忙做一波。挂机呗，可以开个张好吧？可以帮我开个张。高能一，那没办法，有那帕哥不保呀。皮鞋在下打钱，皮鞋不会干别的，只会打钱。不会，我反正不是五百名的主。我又不是五百名的，多喊你兄弟来干我啊！皮鞋，五分钟喊三个人来干我啊！那波没打过，好吧？队友都帮你来打呀，大哥就放养一下。哇，谢谢十二的高能预警三波，大神真厉害！下次继续选。他应该加大。对，出去播野怪了，皮队。咋了？不服？你怎么这么菜呀、啊？我天天排到你，感觉都不知道怎么输啊！那为啥你还是五百名呢？解释一下，排不到你啊！你排到你不就上分了吗？太厉害了！你是头猪，你是排不了。躺一把，兄弟们，躺一把。你这种逼男的进了这么一把，躺一把，每把靠着中单，你是只有五百名的呀？啊，对，我每把都是躺呀，你每把都 carry 呀，零杠七呀，对。我没有，也就运气好，他刚好抢我。你为什么一直在下刷钱的皮鞋？我每一波都看到你在下步兵呀、啊，你在干嘛呢？我一直在打钱，确实打不了呀。五百名就是能赢你呀、啊，皮鞋怎么样呢？怎么样？好厉害！没办法，他这种五百名的再排个高分的中单是打不过他的呀。这蝙蝠天天把我们家那个、啊、你两百名，你打个四就一直打钱呀、啊，那是打不了呀。你高分低能呀，你是玩不了。我高分低能，那为啥我能上分你上不了？解释一下，我打的少呀，你能上分？你这个你的大神，正常来说一般是业主。眼子里绝活大神就这水平吗？我看你第四脚，我感觉我也会啊。你来一把，雕哥，等一下我们看完比赛，你来一把呗。我 C 你一把大神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上你号打呗，把你上个9000-8000分。你自己的号不敢玩吗，雕哥？在你的分段？在你的分段我感觉够了呀，但我的分段可能差了点。你的分段你不敢玩吗？因为我看到你的大圣，你的大圣是打的你的分段的呀。我的分段吗？我排到的他们前200的，不就是你那个分段的吗？要不你上我的分段打吧。他们分跟你一样的呀，妹妹皮鞋，不就你这个分段的吗？还有阿正10000分的。你上不大圣？我看了呀，又是不刷刷钱，然后往地上一躺，啥也没干就赢了呀。区别了，雕哥，这个局有什么区别？最高分的10000分。区别、啊，如果你不敢呢、啊？区别是你的队友，你刷着刷着你把对面打崩了呀，你都没干事情呀。雕哥，你可以给我点将，我也可以给你点将，好吧，没有问题。啊，这样吧，你想玩那个大圣，你玩。这样吧，我上你的号玩你的绝活，你上我的号玩我的绝活，可以吗？你敢吗？我可以上你的号，没问题。你想看我玩什么，雕哥？你玩我的绝活呗。小娜加小黑，好吧，给你点两个。我最近单排上分，要不你们两个换个号玩吧？露娜、小娜加小黑露娜啊，你玩我这几个绝活，好吧？你也可以给我点几个绝活啊，我可以上你号打。大圣还有啥？雕哥，我玩的英雄真的有点多了。
那你说几个嘛？你说几个？你看一下我这个多面能力，雕哥。不是你在我的游戏记录里找你想玩哪个你就玩哪个，就是排开辅助啊。哎，我差一把八千，雕哥你差多少？九千现在？我差，可能也是一把到两把吧。我八九六三。可以，雕哥你拘着点啊，我这个分段不简单，好吧？我真的跟你说不简单。拘着点，拘着点。你那个分段国人很多，我这个分段猴子很多。可以，可以。哎，皮鞋歪歪打退了。哦，他一个人，他为啥被刘家俊喷了呀？被 A 叉叉打哭了吗？我去安慰一下他。喂，小杨。啊，我是单排。啥情况呀？下一场比赛要开了。不看比赛。为啥不看了？听说你被人喷了，啥情况？你一万分的人也会被人喷啊？这么厉害，怎么会被人喷呢？嘿。喂，你声音怎么这么小呀？我们在刷着呢。小白哥的比赛都不看吗？小白哥是谁？就是那个俊宝。那你这把打完过来一起看比赛嘛？打完的是啥心态呀？一万分心态就这，赶紧打完输来看比赛啊！上分很关键。你啥时候都能上分，你非要这个时候上分吗？你看比赛提升更大呀，你看一下他们在比赛上的发这个发挥呀。刘家俊啥情况啊？刘家俊什么情况？听说你把皮鞋打哭了。皮鞋这个逼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呀，他很跳，我就虐了他一把呀，给他歪歪都打退了。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是不是他单排上分去了，比赛也不看了，心态不行呀。很气，皮鞋软脚虾不是白叫的呀，软脚虾软脚虾就是一嘲讽脚就软了呀。啥情况呀？你玩的啥？你把他打崩了？大家没听说你要给皮鞋组队？我先告诉你，皮鞋有个体质啊，它叫做大赛软脚虾，就是打大比赛他脚会软掉。不是你俩打的啥呀？你把他打爆了？没有，他就刚才赢了一把。然后嘲讽皮鞋，皮鞋就单排去了。打的比赛都不看了吗？皮鞋，那他去单排上分了。我操，你是继阿绿之后第二个能破他防的人啊，牛啊，刘家俊。应该没破防啊，他破防了吗？破了，他下面声音都变小了，歪歪声音巨小，我给他调了200，还是很小。就破防了吗？皮鞋的心态还是挺好的呀，被嘲讽一下应该没事的呀。要不给刘家俊组个队吧？哎呦！